我今天要告白的对象是吴乔辉学长。学长在哪里？学长在现场吗？真的好可爱，老师比学生还要激动。怎么了？太害羞了吧？之前在你们这一届科展的时候呢，因为我第一次去当公关，所以很紧张，然后就频繁的失误。但你不但没有责骂我，而且还跑来跟我说加油，我觉得很暖心，而且很感动。最后我想跟你说的是，虽然你有女友了，但是我还是喜欢你，我还是喜欢你。点就是吸引到你，让你这样子喜欢他。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很帅，然后呢就特别喜欢。